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咱那个秘书长鼓掌一下吼，感谢。好，咱下过摕到美国国旗了吼，等下顶个时间保持吼，甲挂起来吼。来，今日吼，今日讲题吼是叫做台湾法律，法律台湾。哦，本人做一个简单介绍吼，我叫文成志，文成志吼。咱伫遮，当心坐伫遮吼，上主要目的是啥？为百姓设想嘛，吼啊，做一个简单基础的一个法律的观念。啊，为啥物建立遮法律的观念？足重要一点吼，咱是要为着甲所有的本土台人，不伫政治联盟内底戆戆生吼，咱甲宣导一个台湾的法律精神吼。咱这个官方吼，台湾民政府官方网站吼，即个讲。咱有上这个网站来看吼，中右手边中间吼，拢总有三篇足重要的一个文章吼。我提供大家啊，不妨方便吼，回去后用，会记得找时间把这三篇来看看吼。第一篇叫做《美日保台》哦，台湾 under US Japan 哦。然后第二篇叫做《日本主权下卡的台湾主地》。哦，第三篇最重要一个文章哦，是台湾战争史回顾哦，51篇、52篇、53篇哦，这三大重大的文章哦，请大家一定爱回去哦，务必哦，一定爱甲看哦，真足哦，咱头先啊多入侪吼，啊大家这个咱民政府官方网站哦。这个三篇文章我刚好讲，啊，你若登去 YouTube 吼，再去调度来甲看卖吼，就无听有落去吼，因为咱只有录影吼。今日是一个重大的日子吼，6月15，咱回顾这个历史，1949年6月15，拄啊好是这个中华民国吼，流氓政府伫台湾用40000元。换一科的日子，哦，这是一个足重大日子，拄啊今日6月15，请大家一定爱记，哦，因用40000元换一科，哦。第二个重点呢，是这个亚斯库尼，哦，靖国神社复之日，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件吼，叫做长鹿丸殉难者的祭典，哦。第三点就是明仔6月16，哦，咱的昭和。天皇的皇后，哦，香淳皇后97岁崩御的日子，哦，明仔，所以今日6月15，我那是一个足够简单的日子，吼，大家爱记嘞，吼。好，后续咱看一下迄个影片第二，吼，咱看这个秘书长甲美国互动的状况，吼。因每一项代志，吼。拢密切甲美国做互动，所以每一个事件、重大事件，伊拢有法度同一时间甲所有台湾政府同心来做分享。好，咱看卖。当选一半以上，啊，那当选一半以上。
上不懂哦。啊，那不然我头剁给你做鸭子，你拢认真真嘞。我即摆嘛，甲讲伊讲，台湾民政府明年的积极，啊，那不然我头剁来给你做鸭子，安尼好无？这句话意思就是，我已经确实知影，台湾民政府绝对在明年。谁疯了？加盟购物一下，谁疯了？哦，咱看下，哦，谁疯了？看卖吼、哦，因为今年十一月，哦，有这个选举，你看咧，李鸿建夫将把所有的人哦当作祭品，为着延续哦延续因的性命，伫台湾哦，把咱不惜，把所有的牺牲者，不管是啥物人。目前在台湾就是一个政治联合，为啥是政治联合？上大的关系就是因为蒋经国式的蒋经国式的民主，哦，美丽岛事件了后，开始就三十年以来的哦假民主，啊，这个选举呢，害死所有的台湾人，哦，本土人 ，the people of Taiwan， 因为因安尼，哦。比如讲，讲咱上这个徐可怜徐老师吼，又甲咱举例吼，迄烟枪拍烟枪吼，大个烟枪个，用迄个烟，用迄烟吼，烫烟枪个烟，甲所有人声声去，然后去拍迄个麻袋，哦，十块迄个，哦，啊，烫偌济，拍偌济烟，就啥物一条两条，哦，同款失局，即个选举同款嘛是安尼失局哦。所以本土台人，伊即、這个唔知影讲伊投票发生啥代志，伊去投票对，是叫做民主，但是啥是假的民主？为虾米？因为目前台湾的地位叫做美国的军事占领地。请问美国的军事占领地有所谓的即个民主吗？吼、哦，咱所知影就是讲，即占领区其实咱去占领，为虾米？咱会爱去参加伊的选举？那是因的代志啊，就他呾讲，比如你只讲，隔壁，吼、哦，隔壁伊要娶某，包括因呾的代志，咱讲需要讲去因家去参加因的会议，参加因的决策无需要嘛。所以这个重大的这个观念一定爱提升吼，因是因，咱是咱，哦，非常清楚了后，行出政治人格，拒绝参加因的活动，甲选举。包括咱第一天来，吼、哦，咱这个开幕式有去读到，但民政委主张甲入场的时阵，咱内底有看到一点，吼、哦，对于流亡中华民国市民政权所一切的活动，吼、哦，咱无合作，也无要配合，吼、哦，这入场甲主张，请各位同事一定爱甲记住的，吼、哦，记好清楚，哎，咱才有法度行出这个政治人格，吼、哦，大家拢是医生去，为什么？为了这白花花的钞票，哦，这等于啊资源回收人的观念，哦，资源回收人的观念就是有钱就好，有饭好食就好，吼、哦，这是错误的观念，吼、哦。来 ，Chinese Taipei 是流亡中华民国的名称，这伫咧今年的三月二七的台湾版片第26篇内底，吼、哦，必须对我甲咱讲这个 Chinese Taipei 什么意思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吼，来重点我来整理一下吼。台湾目前是被占领状态吼，台湾是叫压制，不是叫改名。正当叫改名是啥？中华民国哦，不是台湾。台湾是往后吼，台湾政府才会当使用必须爱合乎战争法律甲旧民主合约的条款，才有资格来使用吼。在提吼，即摆世界杯足球赛，等下非常非常咧吵吼，咱台湾当然是毋是因的团队，甚至讲伊参加中华台北这团队，是本土人去参加的，但是代表敢是台湾？毋是吼，迄是代表流亡中华民国的
一个代表吼。即中华民国伊个王弼，而且个中国个南京吼，了嘛伊哪参像一个人吼，桂新体伊个王弼面顶写吼，公元1912年至1949年吼，建都南京。1949年已经落幕吼，流亡难民不得就地合法，这是国际政治化内底吼。咱所知影即两天、三天，今已经进入即第三天吼。咱有爱学习的两点吼，咱等下做一念。第一，将领不移专属权。将领不移专属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这第二点吼，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包括啥？流亡的人民不得就地合法吼。而且已经落幕啊，所以咱来啦，欢送他吼，再见。这徐格林讲师吼，前几章吼，那伊讲到这个法理甲史观解码，伊史观解码就是法理。重要的重点吼，伊下骹有写伫下骹嘛吼，无要紧，我帮大家吼来做复习，因为这是足重要一个观点吼。观点影响立场，立场左右选择，选择采取行为，行为来决定命运。这每一个拢是重点吼，我等下还阁来秀一届，啊，这无听清楚的无要紧。吼、哦，咱即下专心听，啊，等于 YouTube 吼、哦，上下吧，啊，把这纪录片再搁看一届，因为即我今下讲的课吼，会搁重复了咯。你看足侪遍，阿变吼 ，YouTube 是一个有名的一个网站吼，来。今下上好笑的吼，台湾前途由全国人民共同决定，吼、哦，台秘书长有讲，干你屁事啊，哦。会感觉有诶毋知影吼，无了解深层法，你会感觉足奇怪，哪会讲安尼足受气？因为你误会了一些事实吼。第一，误会着讲台湾是指啦，伊是讲诶台湾是指中华民国中华人民政府。第二，台湾诶原住民啊，原住民就是本土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包括哪？高山甲平地诶本土台湾人吼，毋是全中国人。哦，我会写误会的成因哦，也对啊，台湾意识来自我矮化，你出来问一点东西哦，第一空，二零一零年高雄劳工中心有讲哦，讲中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哦，这美国方面东西为啥伊无动算，足主要原因搞错方向，搞错这個观念。比如说美国智库，它是把蔡英文用一对，不是五角大厦哦，是五角大厦里面一个会客室给他讲的，他并没有真正进入到美国政府的核心哦。赖清德有前几天有讲哦，台独是经过社会极大的攻势，暗示哪？隶属哦，所以他有问题哦。蓝绿双方，那都跟台湾无关系。那有一个重点的观念，重要的观念就是讲，咱不是南军，咱嘛不是日军，咱嘛不是红军，咱是啥？台湾军，哦，爱一个有一个观念，蓝绿红，哦，三个意识形态是属于哦支那，支那是中国嘛？支那为啥我会讲支那？就简单咧，因奉为国父的孙中山东西哦，咱只要收有东西，你帮我家己去查。哦，支那加孙文去查，哦，你也发现孙文用堂堂正正的毛笔字写咧笔作，而伊写支那，签家己的国家，所以支那是合理合法，迄毋是歹听的话，支那就是支那，因为孙文亲自来公开了 announce 讲伊的国家叫支那，哦。要如何排除呢？足简单咧，我头下讲的政治面甲，咱第一者从中国。体制来选举，85%的台湾原住民不需要依赖中国流亡政权，不该牺牲伫国中会部分分省之下，吼、哦，爱放弃这个中国的牵扯，吼、哦，放弃这个中国的牵扯，吼、哦，台湾的原住民才能够重新站起来，吼、哦，台湾人的区分目前为啥袂当公道？因为台湾这片土地面顶目前有两种人。哦，第一是台湾人，第二是外国人。
要怎么区分呢？正手边边就是外国人吼，中华民国国籍者论述统独证明。所以咱伫新闻媒体里面有讲到统一独立台湾正名，吼，甚至伫街路牙旗啊，吼，西门町什么台北市人看会到台湾独立，正实的，那是中华民国的国籍，吼，中华民国。那伊个就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啥？复习一下吼，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啥？中华民国简称啥？是这种感觉。哦，所以中华民国国籍者论述统独证明，用啥物做证明？咱的户籍根本、户籍根本。为啥会申请台湾民政府的法律？就是讲美国这一周，这个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来核发的台湾民政府，这个台湾政府身份证，伊在看迄新闻证明，顶有写台湾政府，伊是这個台湾政府，我麻烦各位吼，唔通误解吼，台湾政府伊这个是唔是独立单位哦？吼，伊是伫台湾民政府的架构下，哦，这个事情运作简单，也就是台湾政府，并唔是人讲讲哦，独立出来会当家己。管家己啊，哦，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个台湾政府是在台湾民政府的架构下试行运作的台湾政府，哦，不是家己出去。为啥？台湾民政府的上面还有一个主管单位叫啥？美国军事政府。美国军事政府的定义是咱的保护伞，啊，无美国军事政府，今日我嘛无可能徛伫遮讲课，各位嘛无可能来上课，为啥？咱早向掠去了，哦，为啥？咱是经济。国际政协话，普遍双和平条约，甲美国 USMG， 即话台湾政府官方面顶有一个重要文章吼 ，TCG 跟 USMG 的关系吼，大家详细，因为时间关系吼，我带有讲重点吼，等于讲咱甲 USMG、TCG 跟 USMG 所存在的关系吼，就是讲经济政协话、国际政协话甲普遍双和平条约所建立起来法律关系。唔是政治关系，当然未来咱台湾政府执政的时阵，咱甲美国政府之间当然是政治关系，哦。但是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就是讲，咱唔好讲诶，咱承认啦，伊一定政治上，即个目前政治上伊一定爱承认啦，没有吼，因为咱即个是承认无打平，因为我们还没执政，为什么？你准备好了吗？还没。啊，这重点是，咱四千名，哦，行政人员、行政官还未准备好，哦，所以咱所在的讲九月份，美国这个司法部啥，这包括讲要确认讲咱是不是准备好，当然来领导吼。啊，八月份就是讲伊会来一个北中南三场的重要的一个演说会吼，啊，伊会家己带翻译。哦，我相信大家在影片过去的影片当中会去看到我们这有讲过吼，好不好？紧，咱这样讲重点这吼。恐怖组织就伫新湖边，你知影无？哦，来，咱看美国对恐怖组织的定义：第一，唔是国家；第二，拥有武器；第三，世界精兵。咱有去想到一个所在哦，这人是啥？这一个对中华民国吼，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吼，伊即是名叫做台湾第一公局，伊是根据对，伊是1979年1月1号吼，咱即下上个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网站，咱去查台湾关系法第15条内底有写吼，1979年1月1号以前，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这句话很出名哦，1979年1月1号之前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自己当局，我讲两遍啦吼，大家有这个观念哦。那请问1979年1月1号，1979年1月1号了后，伊名敢叫做中华民国？伊叫做台湾第一统一，吼，所以呐，中华民国早就无去啊吼。所以讲，即个在看中华民国，请伊上网站去看卖啊。中华民国已经不见了，不要再称自己叫中华民国哦。对，即阵啊公布的哦，即个会计哦废止中国防部参谋本部组织条例，
哦，国防部总政战局组织条例，国防部军备局组织条例，哦，加所有的拢是国防部，包括足侪迄个连结，因为阮咱大家吼，伫只课堂上，包括脸书面顶，我伫咧伫咧，台湾伫政治，台湾当伫当局听着，无偌久尔。哦，伊就伫甲行政院所有网站关于这些废止的法规法条全部一一删除，但是真实咧我有存，哦，我有存档，哦，民国103年1月29号公布的另外内底总统令，中华民国103年1月29号，华总一意制第103哦，这文号啊，废止国防部总政战政治作战局组织条例啊。如下哈，马英九将一化概言语，哦，毛病，我有存档，哦，来咱看这个影片哦，咱知影为什么伊要转去啊？因为咱过赢，只是讲目前个啦，另外啦，搁置，然后秘书长讲哦，搁置甲 reject 无同 ，reject 啦败诉，哦，咱美国这个美国法院判决讲台湾政府这个案件，哦，另外就先讲嘞。单准备好啊，重新再审理，不是外口讲的讲哦，败诉不是，败诉的英文叫 reject， 哦 ，OK， 来看这样子。好，高屏幕是不是？高屏幕。福建的平潭岛，它面积比台北大一点，人口39万。那么近年来呢，就是小渔村的大翻身，在那边频频盖高楼大厦跟商圈。主要干道呢有八线道。事实上，平潭岛5月才刚刚变成台湾免税岛，也就是台湾商品进入这里呢，通通免关税。大陆政府甚至允诺，未来在这里繁体中文跟新台币买通。那么预计呢？到这个2030年，除了吸引30万的台湾移民。2010年，三立新闻登上平潭岛，沿路所见不是穿着轻装的中国解放军，就是一间间石头盖成的平房，焊在路上捕破网的渔民。到了2012年，开发范围似乎更广泛。而最近一两年，小小平潭岛几乎已经改头换面，频频盖高楼大厦，商圈里头还有影城提供民众娱乐，甚至看得到台湾的鲜鱼仙到平潭岛发展和台湾牛肉面的招牌。平时是一个渔村的地方，现在竟然有一个跨这个本地的陆地啊，八线道的道路出来，全部都是由政府来做的。商总前理事长张平昭表示，大陆肯定是以上海浦东的模式来开发平潭岛，速度极快，效率又高。不少台湾企业到平潭岛试水温，事实上平潭岛在5月中刚变成台湾免税岛，台湾商品进入平潭岛免关税，毕业5年的台湾大学生来平潭创业，3年免租金。接下来大陆还承诺，未来台湾人只需要用台胞证就可以出入平潭，打电话跟台湾费用一样，并且新台币和繁体中文也能通。这些这个服务业的这个产业啊，现在这个事情也还，我看起来是还没有想的那么好，但是它人口如果公共设施好了，它发展就很快了。祭出种种优惠，大陆如意算盘是到了2030年，将近30万的台湾移民，将来还有健保和台湾里长，等同于复制一个台湾岛，这到底是机会还是冒险，就看时间来证明。三立新闻张晨林新好多。这是富士台湾岛吗？那是传奇所在吼。我等于讲，因为你留落来，即个中国流亡难民又要留落来，由伊家己来决定。因为台湾政府积极，吼，伊认同呢，伊会留落来。我相信哪岛国哪想要留落来，因为啥？对这片土地有感情啊，尤其是第二代，吼，中国难民的第二代，对台湾有感情的。哦，我相信他们要离开也是会觉得依依不舍。所以呢，老可能性，伊个第二代较大，但是第一代有领18%的，哦，即个所有因所谓的票仓，哦，因就是讲一天能够在一天在台湾，伊就想讲会当一天就留一天，哦，所以咧平潭岛现在发现呢，安尼个状况，即、這个咱当就是等于讲拍赢这条关系。对，2019年4月7号，吼，五项判决，吼，5项判决出来了后，等于讲第5点，美国行政单位应主动协助
原告的诉求，原告是啥？原告啊，控美案的原告是谁？志山组长。对，吼、哦。控美案的原告是台湾民政府，哦，这是在2006年10月24日，一天，哦，是秘书长林志升博士，哦，带领着228个代表台民政府去控告美国总统，哦，也就是美国政府，哦，控告，叫今仔日即2009年4月7日的五项判决，哦，第一，本土台人无国籍。第二，本土台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第三，哦，本土台人仍处于建立的当中。第三，哦，台湾仍然是美军哦占领中。第五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哦，美国各行政人员应主动协助原告的诉求。哦，来咱看第一块，公法甲各国的宪法未解实在。哈、哦，咱马路上包括咧外口讲。哎，台湾民政府，你后摆刚好在叫台湾关系法来配内容来做配合。哦，台湾关系法它是它的位阶哈、哦、在哪边？我等一下跟大家讲一下哈。唔通误解哦 ，no mistake 哦。国际法法律有误解哈。难怪我。好，讲起来哈，在第五高沙组嘛哈，那我就开始讲普通话哈。自然法跟万国公法还有宪法不利条约哈，自然法它万国公法其实它基础上就是要把自然法实行在各个，就是要实行在实际上的国家层面上哦。那这意味什么意思呢？就是天赋的权利跟义务，好、哦，就在万国公法里面，等于说世界各国就秉着自然法，像主权权利跟主权义务这两方面，哦，哪一个是哪个，哦，哪一个可以转移，哪一个不能转移，哦，就是主权权利可以暂时放弃，可是主权义务不能放弃，这是属于哪一个层次？是领土还是殖民地？哦，那我们讲主权权利。可以放弃主权义务，不能放弃的是领土的，请举一下手。好、哦，谢谢。是殖民地的，请举手。哦，谢谢。那个领土哈、哦，领土最主要的重点就是说，它主权权利可以放弃，可是主权义务是天赋，不可以放弃。就像小孩子的监护权，好、哦，殖民地不一样哦。殖民地的话，就是说。他的主权义务，他是一开始是主权权利，所以他放弃主权权利的时候，等于主权义务也不用，主从关系。领土就是主权权利是主权义务是主体，主权权利是从属就是附着在主权权利后面。好、哦，那主权义务在前面的跟主权权利在后面的两者颠倒从属关系不一样的时候。那领土跟殖民地就不一样了，因为殖民地你只要放弃主权权利、主权义务也就没有了，因为主权义务是附着在主权权利这边。殖民地跟领土不一样的地方在这边哈。那自然法、万国公法跟宪法规定条约这三个哈，有一个重要的那个体制，就是说不可逆行的法律体制内，位阶较低不可抵触，位阶较高哈。美国宪法哦，旧金山和平条约。哦，那这个呢，就是说国际战争法是附属在万国公法里面，所以宪法、国际条约包括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哦，美国国内法它可以跟战争法、国际法抵触吗？不可以哦，万国公法也不可以因为说啊要配合它，所以放得比较宽松，不行，哦，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三个公报里面，台湾这是在讲什么？政治台湾 ，Chinese Taipei 哦。美国以一个中国政策、三个公报跟台湾关系法来作为解释所有台湾跟美国发生的台湾问题哦。那它始终唯一漏掉的是什么？旧金山和平条约哦。来，我问一下哦，那个中战日的定义，
1945年认为是中正日是1945年8月15号的，请举手。中正日，中正日，中正日是1945年8月15号的，请举手。好，谢谢。是1945年9月2号的，请举手。好，谢谢。是1951年9月8号的，请举手。那中正日是1952年4月28号，请举一下手。好，谢谢。真正中正日哦，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的那天才叫中正日。为什么？因为日本天皇在1945年的8月15号向盟军投降。哦，那一天还会不会战争？还是有战争的可能哦。那签订投降书。投关葵签订投降书是1945年9月2号，还有没有战争的可能？还是有哦。等一下转票还看到哦，就是有一部影片叫《天皇》（Empire）， 哦，就是台湾叫什么？那个影片我等一下再让大家看一下哈。这一天才是真正就那个中正日。那1951年的9月8号签订旧金山和平条约那一天，虽然签订还没生效，仍然有战争的可能。真正中正的就是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的那一天，哦，中正日才正式开始，哦，这是当时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的那一天，哦，吉田茂的一个情况。那为何美国在解释台湾问题，为何唯一漏掉旧金山和平条约？哦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哦，和平条约就是 Peace。那个和不要写那个合作的和哦，哦，因为这是什么？和是代表一个对一个嘛 ，peace 和平，哦。因为在我们控美案之前，哦，美国就是为了逃避，必须依照国际战争法与旧金山和平条约，在占领地大日本台湾亲自占领，并设立台湾民政府。他为了这个，因为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哦，美军他的占领军力量并不多，所以他最主要是占领现在的日本国的部分。那其他呢？北方四岛由苏联哦来代理占领，那 Okinawa 是由联合国来占领，那主岛呢是由现在的南韩、美国李明博登岛那个主岛哦由韩国来占领。那福尔摩沙就是台湾哦澎湖。这方面呢是由蒋介石，不是中华民国蒋介石，哦，委员长，他们是蒋委员长，是蒋介石元帅，哈，哦，代理占领，因为要省那个钱啊，哦，当时那个美国国内反战声浪非常大，也为了要节省经费，所以他讲说先属属县，能够节省就节省，所以反正盟友他能够代理占领，节省一点钱。那好，因为这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哦，他们立国根本，所以为了这方面，他就是由蒋介石来帮他占领。哦，蒋介石占领的地方还有哪里呢？还有越南，对，哦，这同心讲对哦，还有越南。那很有趣的问题哦，他来台湾的时候讲，台湾人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那请问一下，他在越南的时候。为什么不讲越南人？越南也是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很有趣哈，哦。然后刚刚战争法内容哈，哦，看一下，台湾战争史回顾第一本的那个20页到25页有讲到战争史回顾，这是战争史内容哈，哦，是用于教规范交战国行为哈。1820年到1830年，拿破仑席卷欧洲的战地为王观念已经违法了。如何将征服者赶离自己的国家？很简单，只要当地成立民政府 （civil government） 哦，维持社会良好秩序一段时间之后，占领军自然会离开。为什么？因为有战争法的规范，战争法是附属在万国公法里面。哦，战争情况分裂呢？交战国在作战后，一方投降或要求停战，哦，那双方停火到和平条约签署前，哦，就是那个1951年9月8号签署前，哦，发生的战争情况叫做交战国军事占领。那那个1945年10月25号是什么日子？就是这个日子，哦，交战国军事占领日。
那那个占领区呢，叫做什么名字？他家那个世贸哈 ，WH， 那个就叫那个 WTO 都叫什么？独立关税区，要不然独立关税领域哈。进入三一占领期哦，开始建立军事政府的平民治理体系。哦，国防部陆军总署的编的 FFM41-H 这本书里面哦。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全名叫什么？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哦 ，USMG-PCG， 哦，就是那个红色车牌前面写的，哦，就是这个 USMG-PCG， 哦，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就是简称台湾民政府。战争法会编呢，包括占领法在内哦，是在1940年10月1号。哦，美国国防部陆军总署首次来出，是美国总统和司法部各界处理引述因战争带来各种解决方案依据，最高法院判决或战争习惯法也会引用来讨论哦。法源呢，简单讲一下哦，公约或条约，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约，还有1949年日内瓦公约，再来就是国际红十字总会规章的人道主义章节的哈。今天秘书长又出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在讲战争法结构的问题哦。希望大家重新上完课之后有空可以赶快上去逛逛看今天最新出炉的一个文章哈。战争法惯例里面呢，战争惯例就是战争的传统法惯例法，比拟为英美的不成文法哦。美国与他国大法官解释文、最高法院判决，还有。联邦法院因战争行为所产生的判例哦，台湾的过去，我们哦一起来了解哦。秘书长讲那个德哥到蔡德哦，哪里来的？德哥到蔡德哦，我们看一下，还有照片哦。竹竿装到菜刀叫德哥到蔡德哈，来看一下啊，竹竿装菜刀、柴刀哈，地刀都是什么都有的，那种这个是感情台湾人所会做的事情哦。这在这个事件代表大日本国台湾军政时期的结束的代表事件，哦，叫做什么？有这属名预警事件哦，西海岸事件在1915年，哦，事件起获细节照片，上面还有大明慈悲国的旗帜，哦，我们怎样来看待这件事情呢？法理至上，哦，惯用情绪用事呢？一定是失败哈，过去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未来也是哈。使用法理的笔，为什么要使用刀枪革命？这是法理智慧，那很换力啊，那想要被革命，革命会变成什么？革命先烈，哦，力压都压前，你革命的被革命先烈啊。你只要拿笔，根据的国际法理来面对所有的纷争，你就是革命先行者，哦。塞德克巴莱哈，这部电影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大日本太阳旗跟台湾彩虹桥注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天空哈，这是张嘴一旦发现的哈，星期五那一天，哎有哈，这个还是双彩虹，在我们中央会馆上方，哦，咱看这瑞相拍坏了，这是那个高雄州州长萨卡的州长拍的照片哈。啊，大家一起分享。清国在日清国在日清甲午战争前拥有是福尔摩沙岛上西部六个屯垦区，外加澎湖，一共七个哈，也就是三年关两年满抽油水的殖民地，遭遇到清国交接不清，蔑视高沙部落的东半部岛区哈。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哈，大家看一下就好。那当时呢，大日本帝国他在国际会议就是邀请，好，他举办一个国际会议。他邀请美国，美国会给他建议说要使用战争法，哦，把这些因为高沙的传统领域它是部落，哦，它不是国家，有决议出来，后来是用战争法 conquer， 哦，那个方式把它征服，然后纳入管辖。另外，等于说大清帝国在台湾留一个尾巴，让大日本帝国在收尾，哦，大日本帝国天皇很伤脑筋的这件事情，哦，那这场。军政时期的那个期间，还损失了一位亲王，本来要做日本天皇，北白川亲王，哦，他在
那个这一场军政时期的时候，在台湾行时整个军事行动的时候，有人是讲他必死，有人是讲他战死的，但是我们没有确切资料之前，我们就是说他在这一场战役之中，北白川亲王，他在这场战役为整个帝国牺牲，为什么？他为了要完成大业，台湾在两个国际事件里面，遭到清国来否认是他的一部分，就是在1867年美国罗巴号事件，后来签了南夹之盟，这个是跟美国签的，那台湾组跟那个美国，罗巴号事件就是那个搁浅，船搁浅，然后那个台湾组他跑上去，什么东西给他拿光，还把人杀掉，这大家有兴趣上去那个维基百科去查哦。1871年日本琉球牡丹社事件，分别两次向国际社会公开宣誓，他那个外务大臣叫什么？毛产熙哦。他说：“升官既有花外，法也不法，为贵国制裁之。”哦，这个是罗发号事件。再来是牡丹社事件哦，又讲了：“升官皆花外，犹无贵国之下也，不服王化，万国之野蛮人，大不如此。”所以西半部。这是东半部嘛，他讲的是西半部是他管辖地方，那东半部中央山脉东半部的部分，那个不是沉到海里，根据这个文献就可以知道，他清国乃清帝国大清帝国，他用了两次的事件将国际宣告，中央山脉东半部不是他的，这是占领殖民掠夺者的心态，这个2007年，我相信网络上大家都有看过，不多赘述哈。联邦主权核实建构，我们大概看一下哦。1895年就是下关条约到1905年国际条约之前，日本天皇拥有台湾，花了10年征服，就是军政时期开始哦。1915年纳入管辖哈。1937年那一年刚好卢沟桥事变，那日本天皇想说，好不容易把，因为最早开始我们看到新台湾论哦。20几页那时候就是它上面有写，最早在台湾活动的就是日本，13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后来经过了荷兰，包括郑成功，后来到大清，整个都是殖民体系这样下来，而且很好笑一点哦，郑成功只有台南府城的地方，台中那现在台中那地带还有一个组织叫什么大渡王国，所以郑成功有占领整个台湾没有？有兴趣要看一下哈。那皇民化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它是让台湾岛上居民看得懂、听得懂的日本语言，来帮助大日本帝国明治宪法的施行。因为这一部宪法要施行在台湾，必须每个人要看得懂，就好像当时北海道爱奴族，一样是同样的方式，让北海道爱奴族人看得懂、听得懂，会讲日文，看得懂日文，所以。他就同样的皇民化，皇民化同化之后呢，就开始在1945年4月1号颁布行宪诏书，就是圣旨了，那个行宪诏书呢，有重大意义，看从钞票上面，大家看钞票的眼睛就会亮，台湾银行券殖民时期的使用，到上面抬头台湾银行券，那内地延伸等于台湾，等于是整个大日本帝国的领土，那上面抬头写日本银行券，什么意思呢？1945年4月1号行宪之后呢，日本天皇的领土是台湾哈，因此呢，暂时不得移转主权。OK， 等到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殖民时期使用跟领土时期使用哈，大家在网上看，就哪位徐可以徐老师，我们留着不同的血裔，林妈力，复习一下，我们是哪一个系统？MB74，就国家地理频道里面的资料哈，哪一条呢？这一条，刚上来。当然，其他的部分徐老师都讲过哈，大家回忆一下就好了。OK， 那我们今天9:05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三个阶段哈。这个是什么？投降诏书，就是昭和天皇陛下。那格劳特委托蒋介石元帅以下的军政、民政，由台湾警备总部，民政由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后来这个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没有多久就把它废掉了，就等于变成一个新的叫台湾省政府，
那1949年的12月初，他就启动了中华民国联邦政府在台北的机制。他来开始，他占领台湾的时候，那由于发行了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让大家去领这个身份证，让他管。那个时候开始呢，本土台湾人的公平跟正义都不见了 ，The people of Taiwan 就被他融化掉了。这是另外一种的嘛，种族部落灭族的一种方式。他虽然不用武力，可是这种人家讲文攻武赫，他文攻就用身份证来把所有本土台湾人消灭。为什么要消灭？等一下来讲哈。你看，阿公阿妈日本人哦。爸爸妈妈是日本，为什么也变成中华民国人？我看到这个是什么东西？福啊！福啊！哦，哎呀，哦，那谁进福啊？谁再归？很衰啊！哈，在骗自己生苦瓜都可行啊！为什么我是不是我的我？等一下那个杨家章杨讲师哈，我会讲到这个问题哈。啊，时间关系再讲一下重点。为什么会被改变？啊，来那个日落真相，麻烦播放一下。在台湾上映不到一个月，被流亡政府把它剪掉，第二轮也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害怕台湾人知道真相。好，大家可以上 PBS， 好，中国那边的网站 PBS， 可以去上去然后看这一部影片。现在没人看，没关系，我去 PBS 看这一部片。好。I couldn't be setting a spark to a powder keg precisely the wrong moment. Outbreaks mass suicides, possibly open a vote. I want all suspects arrested in a 1 hour window. How long since you were here? 5 years ago, sir. My uncle is a general. He would be able to help you.This country is starting,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total collapse. It wouldn't take much for their resentment to ignite under a revolt. The Americans want to see the Emperor's head on the stool. If you want to save the Emperor, I need proof. Did the Emperor order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It's not black and white. Your skies were filled with kamikazes. Millions died in his name.Incinerated to overseas. Justice should be served. Reveng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justice. I am about to make the biggest decision of the occupation, which will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Japan. All I have is conjecture. I don't see any evidence. I don't care what you have to do. Perform a miracle if you must. Bring me the Emperor.I've never met an emperor before, much less a god. What the hell do you say to a god? 美国人说他从来没看过天皇长什么样子，他就好像想象中的上帝一样。哦，这是日落真相啊，英文 emperor 啊，日落真相，台湾的，他是中国那边叫做天皇啊，可以按搜寻。但昭和天皇陛下他说：“我愿意个人承担一切责任，你肯定被搭了。”哦，但是麦克阿瑟怎么跟他讲？这跟惩罚没有关系，没有什么，按照国际战争法来做。那麦克阿瑟只是一个 winner， 他不是征服者。真正征服者是谁？杜鲁门总统。哦，所以延续传承下来，目前是谁？奥巴马。哦，他就是美国军事政府的指挥官。好，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的上面
长辈哦，那个长官是谁？奥巴马哦。这个是天皇诏书哦，行宪诏书的彩色版哦，昭和20年4月1号，民族的救星哦。这是去年8月15号哦，感恩明治大正昭和天皇他民政府皇陵御参拜的一个镜头哦。我们面对天皇陛下用这个字呀，哦，他是我们的那个，等于是这一片土地的主人啊，哦，包括我们所有人，最终终极效忠的是谁？日本天皇哦，行跪拜礼哦，跪殿是公参拜者殿七代来使用，哦，一样哦，来，这是谁的国旗？哦，知道不要讲，这是谁的国旗？这是中华民国的国旗哦，这个呢？中华民国的国徽哦，这个认识吧？袁大头、袁世凯哦，你看他的国旗，很奇怪哦，青天白日满地红为什么在旁边？五色旗为什么在中间？它比较大，它是国旗，这是陆军军旗。哦，车轮牌，这是什么？海军军旗，他那时候没有空军。哦，你看中国国民党，他使用什么？五色旗。哦，台湾光复哈，哦，这是错误的哈，哦，因为他本来应该叫受降典礼，是太平洋战区哈，哦，它是有计划性的改变台湾的历史。电脑稍微休息一下，没关系。大家等一下，现在好，稍微想一下刚刚上课的内容哦。刚刚有我有提到那个政治孕育是怎么来的哦，就是美丽岛事件的开始。为什么？从美丽岛事件之后就开始了政治孕育的起头，开始选举，开放党禁哦，让这些不知道政治炼狱陷阱的人投入这场选举，选了30年了，台湾人你不会觉得很累吗？怎么选，怎么抗议，怎么玩，都是他们赢。哦，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参加他们的事情？我们明明有。